书法家张秀勇的作品，替书法界各有特色，有一自家的风格。伊用经文排列、文化线条也都方式，创作出一张张本人强叹的作品。从一张五个圆圆国体式的手头，伊是得写一两百张诗，也算一年朗朗完成有八万两张诗的体式文化连发经也都如本人看的过强叹。张秀勇本单喜爱比本阿妹老公气火，开始抄写经文，没想到啥开启的一个书法人生。伊希望透过书法来弘扬佛法，传承文化，每传达正面的能量。这一件呢，每天十几个小时就完成，当然但是只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把这世界客属的大会的宣言三大宗旨哈，就全部把它写在里面。所以这里这个一个是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安泰嘅人创百年张秀勇嘅书法作品，参观嘅人大家都取得动听。你平常的鞋子这么小，要不要用放大镜？不用放大镜了，真的。有些时候戴，有些时候累了，眼镜也不能戴久哎，戴久都会眼睛就会花。对，然后放大镜更不可能，放大镜看的话，看久啊，以后眼睛根本看不到。一般人大概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他刚刚讲的，说他要闭关啊，要保持心情很平静，然后他要。他几乎就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没有一个很大的信念支持他，我觉得这个大概办不到。我也是个书法迷，国内国外只要有好的书法展览，我一定要去看。我前几天才从北京、从天津、上海一带回来，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去看了。在天津有个杨柳青。这是中国书法最大的一个集中地，所有名家都集中在这里，规模很大，相当大，场地比这个还大。可是我看了以后，像这样伟大的书法作品没有，看不到。张秀勇突破垂直限制，无论是哪条街、非两条都做得下。这张五个圆圆角角台式的石鼓，做得下质量爆炸式。这个设施六孔书法，人人看是看得到台式。不过很感激看，原来是一张一张设施排列出来的。两百展出的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件台式描画变化镜，包含前后的观景庙，加起来六百万张纸。每天还是做事不错啊，那是全部都要重来，所以呢，必须要晚上的时候，等于是每天16个小时在写。几乎是说，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爱不释手。所以呢，下列佛经的时间哈，好像是灵感特别的好，精神特别的好。就像个衰魔，像个衰魔，完全魔像个衰魔。你但请安哟，耶稣基督、佛陀、观音，也是两部不脱戏数万卷，独具天机，每走下一种经文，就下皮落叶。里面《金刚经》《经大悲咒》啦，和《药师经》啊，42章经全部都在里面，所以这一列作品呢，和法体他们就用安念让完成呢。如是微点写出线条，淡态心就点满心境。张秀勇亲自出好写诗，一张润字做得下几千几万遍。本单是系做五六天天，不过本期开始做书法创作。在海军会外围抽到安全的老公媳妇，手指给开始下腹肌。因为他得到鼻咽癌，日生共给存半年的生活。他说生活的目的是在充实，不在富有。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是在的深度。你必须，很爱必须呀、啊，要做个有用的人。也是很爱啊，讲什么？必须哟，爱我。他说他、啊。多活一天是多赚到一天，所以他尽力的辅助我、勉励我，希望啊，实实的把书法传承下来。张秀勇的先生专门被人生过上的家世留言，也期间没系给寻求书法专业的王金喜，还不给对福建同住签到生命的职业。不过，俺都该追着会给发展七八百万元，
永远是提供的时间给丈夫世界老作品走下拿出了年迈。当多的善知识啊，很多的企业家啦，看到像哦，这家负债案都还全部付出，其实像我讲作品是无价的，我可以请来解嘛是啊，跟一下就把我负债还光光，所以我感觉让人付出啊，就是得到更多这个一个无我的精神的时间哦，哇，那力量让太哦。展品中展出艺术系附加的。每件出所有作品都是热卖，留住稀少的人听收。受到阿妹的监督，张崇荣的妹哥、赖哥对美国转来过后，除了去听收。后妹出世的赖哥，为多一本海童年没做得住阿妹的作品，甚至开发出了众多精品。对，因为他拼之后，他会安定心，然后慢慢拼，看哪一个部件在哪里、哪里、哪里，他就慢慢的拼。很多人都希望他们也能够收藏妈妈相关 的作品，或者是小幅的、啊、或者价位不是很高的、啊、那就因为这样子，那我就开始想说，其实艺术把它生活化，然后佛法生活佛法艺术化，这是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我就开始着手去思考一些比较创意的东西，然后把它就是丢把它丢入跟妈妈的，把生活化、艺术化跟现代的就是一个时尚的设计感，把它融为在一体。还有两条设计书法法，每组还是来个设计的。展品中各支笔就发个写上经文，每个郭妹妹在平摊日记是五十万元的玫瑰复刻式工作。准备了阿妹天手作分数第六，老温哥杀给两条。我觉得身为她的女儿，我真的应该要就是要尽一份，尽我的能力能够帮助，也是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在妈妈旁边帮助她。所以虽然说会计师的那个薪水虽然非常多，可是我觉得我做这个比那个当会计师更有意义，因为我可以希望说能够影响到年轻人。所以我先生哦，他有大智慧。还会去听二有成功了，还会受到瞩目之后，用扮演去提携后辈，用扮演去净化社会，用扮演去帮助弱者，如何的是去那个雪中送炭，所以呢，还要更努力当中，当多得到很多贵人的相助，太感让俺面对姊妹哦，所以这就是我进步的动力。如此之铺天，之笔之点法，朱妹的书法就连摸不着的全身。张秀荣讲，佮透过书法来环游世界，宣扬佛法，传承文化，还希望将善业到正面能量传出去。